坏了，那弄坏了，小志。看看看看看，路都被你弄断了。太酷了，环形轨道。我有一个。按这个，按这个。按这个，小智，小智，按这个，小智，对，放这里，你别动，让弟弟。按这个，按这个。你都会了，还你教他。你要教弟弟，你得歪。现在弟弟已经学会了一个了，嗯，又学会了一个，但是还不能连起来。嗯，我会，看。那个白蚁被波拉波拉掉了。这他不会。那个吸铁石不拉掉，上哪找也找不着那呢。不拉了，我也靠不住啊。太酷了，他建了一个可以让汽车。那俩车保出来，放在抽抽屉里边。完了。看起来过山车可以运行了。再给你发一个。哎呦！这个被子。明天帮我衣服洗一下吧。咋洗的？都是你洗的。就是我不来，我要来半年不来呢。都是咱妈洗的。就咱妈洗的了呗。我这个是。小志，你看电视，电视上的过山车。小志，电视上，看看跟他哥哥的一样。崴了咋弄？尿了咋？小子，小子，弄坏了。那一个右边的呗。问这个就行了。把这个淘气的车在红黄灯红色的边缘